臻鼎第三季的税后纯益14.36亿元，季增高达75%，刷新了单季历史新高纪录 ，EPS 1.94。第四季法人认为臻鼎11月份渴望攀上今年的营收高峰，单季营收季增上看2位数，全年 EPS 有机会挑战6块钱。